所以你看郭洛匠，地显拉瓦斯的徒弟郭洛匠，不论是这是一个补锅了，他跟地显拉瓦斯请求出家，地显拉瓦斯派他到宁波乡下一间小庙念佛念三年，他站了三天往生，这叫什么？这本具无量光寿啊！啊，那么静心笃相念佛啊，我们有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啊。那观相跟观想念佛不好修，那实相念佛是开悟的境界。实相念佛是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心即是阿弥陀，阿弥陀即是我心。他日常生活就是阿弥陀佛，我们做不到实相念佛，所以呢，静心笃相念佛，这个病人的时候，他在病床上或者在临命中的时候，你给他看佛像笃相念佛，他身心吉祥良利，他不会生恐怖心。那么受未尽可治病，一般我住了那么多个案，一般都怎么样？想求寿。想加延寿，为什么？因为他还是会贪生怕死，他不明白我们的自信没有生死，我们这个身体是业报身，是四大无因的和合，因为我执没有断，他一品烦恼都没有破，还有贪嗔痴慢疑，还有世间的见俗荣华富贵他舍不了，所以呢，一般来讲碰到这种障碍的他会想要求寿。老法师早期有位莲友都帮老法师做光盘，老莲友老参啊，那照理讲他听老法师讲经讲那么多了，他应该有所开悟才对啊，他也很容易放下才对啊，但是他波璃智慧没有开出来，毛病习气没有断，平常没有这样的啊，借六度问证来把自己的毛病习气断掉，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习气没有断了，最后去学拍打工啊，那拍打工也不能救他，那佛可以救他，他不求佛啊。那既然这个受身不行了、那你就手抱去极乐世界再承认下来啊。我都跟王佐这样开示啊，既然他不能给你用了，你就放下来，你再放一个金刚身下来，你皈依三宝以后，你到极乐世界，你将来是承认再来的啊。你看老法师对陈小旭的开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陈小旭的事情。老法师对陈小旭开始的非常的精辟入微，啊，虽然他后来现出家相，还没办法改变他的业力啊。这个以后有一年，我再跟各位分享老法师对陈小旭往生怎么开始。啊，刘树云老师也特别对陈小旭老师有很深的开始，包括陈小旭到后来，他在还没有现出家相以前。他在央视里面所卖的酒呢，那这些业要不要算呢？这些业还是要算呢。老法师说他的忏悔心还不够啊，他的菩提心没有出来啊。刘树云老师菩提心有发出来啊，所以他业障消了，他做业消福报生出来，他延寿了，所以寿命是可以延的。如果你好好读了凡四训是可以延的，你只要改过学圆了凡先生，你从思想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你只要学圆了凡，你真的可以延寿啊！你看《感应篇》《慧篇》，看《文昌帝君因智文》，我现在讲的《安世全书》里面的文昌帝君因智文广义节录，窦燕山他本来是短命啊，他后来长寿了，儿子全部都得功名啊，所以呢，念佛呢，身心吉祥良利。寿未尽可治病，印光大师特别叮咛说，如果你寿命还没有尽，还可以念佛，还可以治病呢。很多人都怕念佛，说念佛说阿弥陀经跟念佛是什么？是助念用的，其实是错了。印光大师说，寿未尽可治病，是寿尽得往生。真正念佛人呐、印光大师文钞里面有讲，他真的是净土行人，不求康宁，自得康宁。不求富贵，自得富贵。所以印光大师说，你不能说我来世当国王。甚至印光大师也反对说，你来世发愿说做大法师，那都不行。寿未尽可治病，世寿尽得往生。俗人以为不及，一般凡夫俗子以为说什么？以为说念佛是不吉祥的，念佛是最吉祥的，以为是超度幽冥的。像我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在台大医院的时候啊，啊，因为我妈妈是阴阳人嘛，那时候染煞嘛，疑似煞死啊。那我跟医生讲啊，我说我妈妈没有染煞，可是照顾我妈妈的医生染煞，照顾我妈妈的外劳也染煞了。最后我妈妈被关进去煞死病房，煞死病房是很恐怖的啊。按照台湾的卫生单位的规定，死掉以后全部马上送火葬场烧，不能够住院啊。那我想说，我妈妈是阴阳人，啊，如果这样死掉，她一定死得不明不白的。后来六月二十要死掉一次，七月二十要插管，八月二十要死报。我在圆满临终观里面都提到我妈妈的事情，啊，重罪轻受，因为她是盲聋阴阳报，若欲毁谤三宝者，则盲聋阴阳报。那靠什么？靠眷属。所以当时我爱人也是很紧张啊，因为都在旁边煮稀饭给我母亲吃啊。他说：“那医生都染煞了，那外劳也染煞，那我应该要死了。”我说：“孝喜不会死。”啊，后来真的是转危为安，在家里做七天七夜的八关斋戒。啊，南宁林生院的住持和尚也跟我讲：“这是妈妈的重业啊，必须靠孝子转母亲的业，啊，学地藏王菩萨。”所以当时我就到煞死这个重症病房，穿隔离帽、隔离衣、隔离手套、隔离鞋子，我进去跟我妈妈关怀，跟她开示了。他那时候事实上神是已经在地狱受报了，他变成冰冻人了，整个人都被冷冻的都醒不过来，那就是在寒冰地狱受报。因为那时候 SARS 非常的轰声鹤唳啊，只要家人有染煞的怀疑的通通是隔离的啊。我就是仰仗这个阿弥陀的功德力，也帮妈妈顺利往生受报了，求最后一口气回家。我妈真的是最后一口气回到家再断气的。那插管一个月呀、啊，啊，还不用汽车啊。最后差一个月，我在她往生前，把她存在我这边的钱3万多块台币，她一辈子穷，我把她3万多块钱全部舍掉，供养正觉金舍，供养忏公老法师，放生印经，把3万块全部分到好几个功德去做。她88跟我弟夫托梦，说2点。我弟又说：“哎，妈妈，你怎么会讲话？”他说：“我本来就会讲话，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见闻皆知，我们这个灵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啊。这个色身会有生老病死，灵性没有生老病死啊，它是不增不减的。它因为业障，它可能是毁谤三宝，所以盲聋阴阳报。这地藏经里面讲的。”啊，所以像生出一个儿子要来赞叹三宝啊，所以我就变成是帮他赞叹三宝啊，那功德回向给他。所以念佛俗人以为不及，以为是超度幽冥呢、啊，啊，幽冥古见大谬啊，幽冥是什么？印光大师说、啊，没有智慧的，像眼睛看不到的盲人，他这个大谬是犯了大错啊，念佛不可思议啊。啊，命中的时候恶尽现前，我去助念一个个案，他专门喜欢钓虾。他在往生前的时候啊啊，他整个人觉得像瞎子一样，啊，我到他家去看了、啊，帮他做漆啊，你看我是花心到这种程度啊，我在当主任，我出去有司机呢，我到警察局去开会，我到马偕医院去看他，啊，我就跟他第一个先开示啊，开示完以后他就听得很高兴啊，那我就跟他讲说，我在一个礼拜再来看你。他为了等最后一个礼拜，我等到第二个礼拜再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黄警官，我在等你，我就要手抱着呢。”啊，医生说他只要不打麻灰，他就死掉了，因为他是癌症嘛。他说：“我为了等你这个法，我等到现在，我一直坚持要听你第二趟开示，我才要走呢。”我跟他讲完，他就走了。啊，所以我在等一下讲的各个里面，都跟各位报告，你们对三宝真的要有信心，你只要真发心，三宝一定加持你。我已经太多个案了，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念佛不可思议啊！啊！结果我跟他开示完以后，到他家去啊，才发现他钓虾那个袋子像高尔夫球袋一样，有两袋都是钓虾杆啊！所以念佛不可思议，命中恶尽现前，恐怖生死问界，他可能要往生善界，可能到三恶道去啊，在那边就决定了。啊，恐怖生死分界啊！闻佛号圣境现，他只要一闻佛号，他马上善念生出来，因为我们阿赖耶里面有善念，有恶念，有无记嘛。
那你念佛就把他的过去生的宿宿种子搭出来。李炳老师有说啊，你命中的时候哪一种力量最强，那个先拉走。如果他念佛的力量强，就拉到西方去了。所以大善跟大恶是不经过中阴身的，只有不善不恶的才有中阴身。什么叫中阴身？这个地方离开了，到下一世还没有脱胎以前，在最慢49天之内会决定他下一生到哪里。啊，你看我拍那个毅力宝钞啊，第一殿啊，我们7个期经过7个殿，那这个百日啊，然后再对联，最慢3年。所以呢，闻佛号圣境现，你只要一念佛，整个磁场就改变了。我哥哥呢，他是虽然是修道家的，但是他最后往生前2个月，我密集给他说法说3次，阿弥陀就会安排，因为我忙得万人念佛，没有时间关怀自己的哥哥。等到我万人念佛忙完以后，我就跟他开示，我就把佛像挂在那个病床上面的上面，本来是吊点滴的位置，挂一个佛像给他看，然后在他左边再挂一尊，那他可以仰视弥陀，然后心念佛。啊，每次去都跟他讲，一定要提起佛号念佛。啊，有时候他在怪家人，怪他的家人。我说你不能怪，你要产生念佛的心，要感恩，马上就转念了，他圣境就现出来。最后我在跟他逛完3次的时候呢，他旁边那个病人呐、搬出去以后，差不多我在跟他逛完那3次呢，大概要用到1个礼拜之内，一个礼拜之内，旁边病床上没有半个人进来，他是2个病床一个房间的。佛菩萨安排的，安排可以专心在那念佛。我还把老和尚无量寿经刻制的播经记放在他床头给他看了，怎么播旁边都没人抗议啊，没有人讲话，佛菩萨安排的，对不对？问闻佛话圣境现了，王者身心一个，他有个依靠啦。有一个师姐去关怀他先生，他一直听老法师讲经，拿一个小电视机、小电脑在那看老法师开示。我到医院去，他现在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一辈子为这个家庭这么辛苦，得癌症，结果没有半个人给他关怀。我一到以后，我就问他师姐说：“你怎么这样子关怀呢？你修你的，他苦他的。”我说：“你这个没有同理心，而且你没有发大心，你没有发菩提心啊。他跟你是一体的话，老和尚是自他不二啊。他苦就是你苦，你怎么连这个心都没有发出来呢？”那个师姐被我说得很难过啊！我说这样不是念佛人，你怎么可以说你在医院照顾他，你在跟听净空法师开示，然后他苦他的呢？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要陪伴他，你要告诉净空法师讲什么道理，告诉他，跟他开导，让他能够放下贪嗔痴，放下他的业，消除他的业障，念佛回向给他。后来我就叫他念佛，他女儿在台北的发起银行。我就跟他开示完以后，他眼睛一直看着我说：“你念佛就可以减轻痛苦，你相不相信？”他半信半疑。那位癌症病人计程车司机啊，就这样在病床上没有起来，双手合掌一直念佛。他女儿惊吓到是用手机给他录下来，他父亲往生前一直念佛，念到断气为止。你说他会到三恶道去吗？他在一直念，念了2天，念到2天以后，他舍报了。这叫闻佛号圣境现，王者圣心有依靠啦。正念体魔障消啊，他正念一提起来，魔障就消掉了。所以能够含笑中呢现瑞相，瑞相就出来了。所以每一个助念的，只要你如理如法助念，他全身都柔软，他也没有恐怖啊啊！所以末法哈尼得道呢，念佛得度生死。那刚才讲说神识不昧啊，我一个莲友。他的公公是我们台北这边一家医院的医生，他要往生前呢，没办法舍报，一般是这样，血压低于30就开始要舍报了。结果到医院去的时候呢，他儿子说要去拔管，我说你不要拔管，我说你拔管你父亲会怨你。他对佛法不了解，他对生死不认识，不了解什么叫念佛，你把他管拔掉，他认为你不孝。他还想病好起来呢，他说那怎么办？他没办法断气啊。很多家属不懂这个临终关怀，就希望他赶快死，赶快把他送走，哈哈，反正没救了。坦白讲呢，啊，都没有欣喜我们佛法的地藏经，
结果我跟那个莲友的师兄讲，我说不然这样哈，我跟你公公开示，我讲给你听，你看那个指数会变化。啊，我就跟他讲啊，啊，人生呢有生有死啦，那为什么会生，为什么死呢？我就跟他开示那个佛法里面讲的苦集灭道，啊，诸行无常，诸啊无我，涅槃即尽。啊，佛陀说我们生死是一个过程。我讲到死的时候，他指数就往上升了。我说你看，他知道我在讲什么。后来我就鼓励他的儿子说，你送一部地藏经回向给你爸爸，就地藏经一部还没有送完，他爸爸就舍报了。这叫什么？这个就是刚才讲第一点，临终念佛助念最切要哈。以下四点呢，啊，是助念的基本观念。第一个，无论见死跟念佛都要将心比心，而且要先为他冤亲债主做三皈依，不要障碍。慧立法师说啊，我见他人死呢，我心作如火，不是热他人，快快轮到我。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将来都会经过这个过程，啊，这一段开示呢，无论见属跟莲友要将心比心呢，啊，我用一首寄语来跟大家分享：应当将心比心，家死父死助念，亡者信念求生，生生世世父母六亲见属债主。为己受三皈依，放下讨债嗔恨，慈悲护念往生，解冤解生善缘，同愿求生极乐。闻佛号难遭遇，出恶趣正此时。就是刚才我讲那个师姐的先生一样，你都不关怀他，他在那边等死啊，他受病苦的折磨，你鼓励他念佛，他两天都能够不受这个病苦的折磨，最后受你所报啊。这是第一点，你一定要将心比心，何况是自己的家亲眷属呢？啊，那么第二个，家属如法护持自念，家属必得。我用一个记忆来跟各位讲，一记弥陀名号，六道勤灵有效。眷属带起称念，一句一句念佛，业力在障智慧。闻佛号不生喜，四九天做功德。借助念开方便，接引家属学佛，莲友慈悲耐心运用妙准一心，圆满临终关怀。就是怎么讲，以及弥陀名号，六道众生都有用。见属带起称念，见属你要带着他念，啊，一句一句的念，啊，像我们莲友一位叫啊黄秋鲁师姐，她公公呢啊娶了两个太太。我们这位黄秋鲁师姐先生是第二个妻子生的，他非常孝顺。我在佛陀基金会讲《地藏十轮经》，他常常去听我讲课，下课就在门口等我，啊，就含着眼泪说：“老师啊，你要帮助我公公啊，他一辈子都是卖鹅啊、杀鸡啊、杀鸭啊，每天为了这个家庭啊照顾啊，啊，一辈子都在杀鸡鸭，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其他家关了一点，我必须要为他先做功德、做福、修福、垂像啊！我说要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到台湾屏东啊，我们先帮他放生一千只的鸡，因为他生前都是杀鸡的嘛。我就带他拿他的钱，我说这《地藏经》里面说的，你拿他的钱来去做放生功德。我就带着他媳妇跟他儿子到台湾屏东护生园区呢，啊，帮他放一千只的鸡。那护生园区里面都是那些鸡粪啊，那些放生的鸡都在那边啊，满地都是鸡粪啊，在那边撒进啊，啊，帮他做回向，回向完了又回到台北，到三清总医院，那法师系他都不理他，法师系跟他做三皈他都不理他嘞，我就过去跟他讲话了，我说这个老菩萨，我是黄警官，我来跟你关怀，我就叫他念佛。带他念佛，先跟他讲简单的佛理，然后就拉着他的手打拍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拍到十几下的时候，他跟着我念嘛。我说你一句一句的念，他跟着我一句一句念到十几次的时候，他媳妇就哭了，冲到厕所去流眼泪。他说我公公不可能念佛，这叫什么？刚才讲了，闻佛话圣境现，亡者身心依靠，正念体魔障消啊。他不念佛出来，他惭愧心生不出来啊。过年到了，我在家里清理环境呢、啊，我在擦玻璃、啊。他打电话给我，他说：“黄老师啊，我公公有没有可能除夕夜走？”我说：“哪那么巧？我除夕夜去哪里找人助念呢、啊？”
那活菩萨有办法。我说你求地藏王菩萨能不能延到元宵节再做啊？这活菩萨就给他灵感了，他这个孝顺的媳妇就有灵感了。你看他灵感在哪里？来，注意，他已经有资料，平常有存这些资料，他就先家里准备好。那一年的除夕呢是30号，他29号就把家里的祖先啊佛菩萨先拜好，过年都拜好了，花果都供好了啊。我们过年都会有一些应景啊，啊买那个啊年糕啦等等先摆好，他行李都先准备好放在佛堂旁边，因为他家住彰化，台湾彰化中部，那他也跟大房那边的大太太那边讲好，他是那边生4个儿子，说让我先在台北住念，住念8小时我们再送回去彰化。结果呢真的是除夕夜前一天往生，叫他放生，叫他念佛，请他帮他忏悔。最后29号的时候，他就通知他的另外这两，一共是两个兄弟嘛，他先生的哥哥也通知上来，一起在家围炉。老菩萨就出来跟他们一起围炉了。围炉完以后呢，到晚上10点都快11点，他自己坐轮椅出来，看着这些孙子辈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跟两个媳妇，那就留下2道泪光，知道自己要做了。等到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我就开始给他排班。第二天就是过年，第二天就过年，然后每两个小时排两个人助念。这个呢，就是刚才我讲的，家属要如理如法护持助念。第三个，往生者自己本身信念求生。第四个，助念要带病人一个字一个字念，这个是助念的成功的一个4个因素。再来，第一个助念的意义，助念的意义啊，这是雪公雪庐老人，就是老法师的老师李炳能老师讲以台中莲社。助念的意义跟规矩，这是我们雪公雪庐老人讲的。他说助念的时候，就在帮助对方念佛往生。那么助念对往生的道理跟方法必须要清楚，对方才能够得到利益。人临终的时候呢，个人的神识不一，每个人种在他阿赖耶里面的种子真口味的行为都不一样，你就算夫妻也不一样。神识是什么？我们种子起现行，平常六根对六尘的时候，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就会跑出来。这个种子呢，就是过去生的业习，就是业障的习惯，就是这些习气，它自然就会跑出来。个人的神识不一样，平常所作所为到临命中的时候，种子会一个一个跑出来，然后带着本性往外走。这个时候完全是业力在做主，力量大的在前面，看哪个力量大。如果恶业多，则恶种子力量大，一冲出来直接下三恶道。如果是善业多，善种子就领着人往人天2道走。平常念佛有功夫的，就有念佛的种子，那佛种子力量大，先出来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如果力量小出不来，旁边再帮忙助念，那他就可以把念佛种子带出来。以前道正法师啊，他的叔叔啊，道正法师在念佛，他都不念了、道正法师就跟他叔叔说：“叔叔啊，你要多念佛啊，你们念就好了。”他就不念了。那道正法师就故意念给他叔叔听的，是阿弥陀佛。事实上，一入我根呢，永为道种了。他虽然嘴巴不念呢，但是你念他都听进去了，都入他阿赖耶了，他存在他阿赖耶里面了。他的叔叔有一天啊，遇到个大风大雨啊，骑着脚踏车要过一条溪啊，要回家的路上嘛，过了一条溪啊，刚好遇到流沙。那他也常听说那个地方有闹水鬼，他就踩到那个流沙呢，感觉有人往下把他拉。就把那个脚往下拉，一拉一紧张啊，他一恐怖一声出来以后呢，他马上平常 听道正法师念佛那个种子就冲出来了，他说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就念阿弥陀佛就感应了，他说感觉那个脚又松回来了。回去以后跟道正法师说：“哎，念佛很好用呢，我刚才差点碰到水鬼把我偷气呢，我就念佛就后来就浮起来了。”这就是什么阿赖耶里面的念佛种。你不要小看这个种子啊，你比如是跟
往生者答应的，或者跟病人答应，你一定要兑现。我有一次啊，答应一个退伍军人，我们台湾都叫老兵了、啊，退伍军人了、啊。我答应他说要去跟他助念，结果呢，工作一忙忘了。有一天中午睡午觉起来，正在自己泡一杯茶，要喝茶的时候呢，突然让我想到说，哎，那个老人不晓得走了没有。这阿弥陀佛跟护法就打信号过来了，哎，你不是答应人家要去吗？怎么到现在没有去呢？我就电话打起来，我问他的家人，我说，哎，那位老伯伯走了没有啊？他说刚刚断气了，黄警官。你看，就赶紧到家啊，刚刚断气，我二话不说赶快去，我就找一个连友坐了车说，哎，你陪我去助念了。他说：“哦，老师，你现在麻烦了。”我说：“怎么麻烦？你答应他去，你没有去，现在断气，他眼睛一定不闭，嘴巴不合的。”我说：“哪有这个事情？”结果气真的眼睛没有闭，嘴巴没有合啊，怎么那么巧？我就跟他开示了，我说：“不对，问题不在我，我现在都已经来了，问题在他家人，他一定放不下的。”我就开始打听了。我说他也没有太太呢，他说有啦，他太太很年轻啦，是我们国内嫁过去的啦。我说那我怎么不来助念？他说小孩子还小，才一岁，一个一岁，一个两岁的啦。我说你请他来，我陪他，我等一下跟他开示，你就要跟，你叫这位他太太跟他感恩。那早期啊，我们国内的经济不是这么发达，他嫁到台湾呢、啊，至少环境早期还不错啊，这边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哈、哦。我说你要跟你先生感恩。感恩他娶你啊，你会传宗接代的把这两个小孩带长大，然后传承下去，然后再经过开导，再经过助念以后，最后婆罗门被掀起来，老兵眼睛闭起来，嘴巴合起来了。这就是刚才我们讲说，阿赖耶那个念佛种子，李老师说，如果是恶业多冲出来，黑白无常就抓走了。这地藏经里面不是有讲吗？说往生的时候都会碰到已经往生的长辈啊。父母亲戚啦、啊、叔叔啊，那法师说那黑白无常就是冤亲债主变成你的亲戚朋友来了，因为你才会认得他嘛，你就跟着他走了，那是冤亲债主变的。我一个莲友周耿门的奶奶是一个善人，他在台北的医院要往生的时候，我刚好去警察局开急务会议，警察局发了个素便当在我车上，我还在趴那个素便当，他就在那边哭啊，老师啊，你赶快过来，我奶奶快断气了。我说我马上到，马上到。便当吃到一半我就上去了，啊，上去以后，他奶奶就刚要断气的时候了，我就跟他开导。后来他就跟周耿明说了，他说：“哎，你那个姑姑也在旁边呐、啊，啊，你那个阿姨也在旁边呐、啊。”那周耿明说：“奶奶，你不要乱说。”地藏经说啊，那个都是冤亲债主变现的啊，你不要说这个话，跟地藏经讲一模一样，这样他就看得到了。为啥？因尽现前。这印光大师说，这个叫因尽现前，就是轨道的境界你已经看到了。这个就是什么？平常恶业多啊，恶种子力量大，一冲出来直接下三恶道，三恶都往生人天。平常有练佛功夫的火种子力量大，出来蒙佛见往生西方。所以我们助念就是他那个力量比较小出不来，我们旁边帮助他，他就容易出来。那平常有修持的人，临终佛种子先出来，往生就有希望。助念就是帮助提起佛号。佛教徒不论平常念多少经，念多少咒，临终佛种子出来，只有阿弥陀佛最管用四个字。我的老师啊，简宏文老师啊，他是妙法师的学生啊，佛陀基金会的创办人，他就是帮我引导念典研究班的，教我佛学入门，四十二章经八大人解。那佛陀基金会在台北市的杭州南路十二楼有个佛堂，有一个女生呢，被他冤亲债主找到了，被附体了，被附体以后了，很多大男生抱着抱不住，那个力量强得不得了，啊。而且声音也有点不太一样啊，啊，我就是要找他了，我找他找很久的啦，他就过去正害死我的啦。男居士就跟他讲：“哎呀，你们要解冤释结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他根本不理他，也一直要找这个师姐报仇。结果老师他是《金刚经》的，非常通达的，他讲《金刚经》，讲《六祖坛经》呐，啊，他那个华藏讲的就是老法师的讲堂，早期在那边讲课嘛，讲华严就在那边讲的嘛。
所以简龙问老师一来，简龙问老师就把他抱住以后了，说好了，有话慢慢说了，希望解冤释结了。老师就开始念，他会背《金刚经》的，如是我一时活在哪里哪里，那一半忘记了，一紧张就忘记了，赶快啊，阮居士《金刚经》课本拿过来，就是什么这里面讲的，你在你命中的时候，种子出来只有阿弥陀四个字最关键，你到时候背《无量寿经》也来不及了。啊，读地藏经也来不及了，一记阿弥陀就可以了。啊，躺着也可以练，练不出来嘴巴动，金刚练也可以。或者你嘴巴练不出来，你用耳根来谛听也可以。我练你听，都可以。唯有阿弥陀佛才有用，才能帮助往生。这一句话很重要，大家必须深深记住。这李老师说的，这个。念佛功德了，只有身力其境的人，一般人来讲信心很难生出来。台北市有一家台北医学院，那华藏卫士的有个师姐叫曾阿玛，这曾阿玛师姐修得很好，我们修炼讲堂成立的时候呢，他送我总共九尊阿弥陀佛，金色的阿弥陀佛，很大尊，就是印刷的，然后再装框。当时他送过来的时候，我就跟曾阿满师姐说了，你总共九尊阿弥陀，你要练100万声佛号回向，我就把你挂在孝莲讲堂。他真的是为了送那九尊阿弥陀，他练了100万声佛号跟我们结缘。所以将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到孝莲讲堂，我孝莲讲堂很简单，租金只有台币10000块，啊，和人民币呢2000块，我可以做了10年都做全世界的工作，啊，我也没有到场。平常朱老师这边讲伦理，现在我又开了一个班讲印光大师文超，每天连有专门送无量寿经，那磁场非常的强啊。所以老和尚说呢，道场只要有讲经有读无量寿经，那个道场的道气特别的好啊。所以呢，我到那个台北医学去关怀这位病人，他是昏迷1个月30天醒不过来，总共30天都昏迷，很多法师的很多年都过去，没有办法醒不过来。这个业力的问题呢，就如同我送骨髓到浙江救人一样，啊，我就问那个慈济的那个李正道博士啊，我说为什么阎王3根要人命，我们可以4根把人命请回来呢？我就问李正道博士，他答不出来。我说你是研究 DNA 专家，那我请问你一下，谁来决定生死，谁来决定这个业力，他也讲不出来。我后来跟他讲，业力决定 DNA。 我们现在说中国最有钱的是马云先生，对不对？谁决定做马云的小孩？当然是因缘啊，福报啊，业力啊，否则大家都强大马云家去，马云家小孩一定生不完的，对不对？业力跟福报在决定的，他善业够啊，就像我们佛陀的弟子，我们明天就会讲到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以前就在天上当天王，他还没当天王以前，他是开金店的，他是当炼金师，炼金师就是做首饰的，做项链，做戒指的，金子的东西他做的。他在佛陀那一世的时候，他的太太就是贫尼，跟他是夫妻缘啊。在好几世以前，迦叶尊者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炼金师的时候，迦叶尊者很有钱，他福报很大，他后来是修陀陀苦行。迦叶尊者在那一世的时候，他当炼金师的时候，他很喜欢布施啊，他种很多善因啊。贫尼呢就要去装金佛像，他没有钱去卖陀华啊，贫尼就是家里穷嘛，就到那个地方呢，他需要去买一片的金片。那炼金师问他说，你主要做什么？他装佛像啊。那你这样一束头发怎么有办法装佛像？剩下全部我包了，就像这样把它雕成金身呢、啊、他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善念，后来第二世的时候还没有结夫妻，第二世的时候贫尼还是在人间，福报还是不够。那么在第二世的时候呢，炼金师呢，这位迦叶尊的前身呢，他就到天上去当天帝了。他跟佛陀在那时候 就已经结下法缘了，佛陀就分一半座位给他坐、啊、所以到这一世的时候，佛陀圆寂的时候，佛陀就把
衣钵托给他。我们明天就会讲到迦叶尊者啊，明天可能还没不会讲到迦叶尊者，是这个第六品斗尊普贤第六里面才会提到迦叶啊。刚刚珠宝师师姐说希望我来这边讲无量寿经，我也很愿意啊啊。他说希望我来这边完成无量寿经内说，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讲无量寿经啊，第一次就在讲堂跟莲友分享。那迦叶尊者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累世种积功累德，所以他到第二世到天上的时候，再下来佛陀这一世，他来到人间来了。他的父亲是外道婆罗门，可是很有钱，福报非常大，专门拜树神。他就跟树神一直祈祷啊，啊，你要师父是我有个儿子啊，我没有儿子啊，那树神做不了主啊，因为这不是树神可以决定的。那位婆罗门很有钱，在印度算是数一数二的，土地神就往上报了，树神就往上报，就报到刀立天了。他在那一问，结果迦叶尊者在那一世的时候呢，本来用天眼看一下，只有他有资格当他儿子。他说我不要下去，他是外道的，我学佛的。那他的亲戚朋友就跟他讲，没关系，你下去，我们做你的亲戚朋友，你下去，我们在旁边陪伴你，就是现在的迦叶尊者。所以是福报在决定的。后来到这一世的时候出家修行，当佛陀的弟子了。所以台北医学院师大附中这个老师呢，他昏迷了一个月，我去跟他看的时候呢，他还没有醒过来。那我到的时候大概晚上十点多啊，我就看到他床尾呢挂了一尊阿弥陀佛像，很大尊。我就跟阿弥陀佛顶礼礼佛忏悔以后，我就请佛陀加倍呢，阿弥陀佛加倍，希望能够帮助病人醒过来，就为了跟他说法。大概说完法又为他念佛，念了到晚上十二点多，外面下了毛毛雨，我就走出去开车。曾阿满师姐就陪着我出去，我就跟曾师姐说啊，我说看看明天他能不能醒过来。结果这位师大附中老师真的第二天醒过来，醒过来以后呢，就流下眼泪跟太太讲，他说我明天就要走了。我前一天晚上去跟他关怀，他第二天醒过来，他就跟他太太说：“我明天就要走，也算是一知识字了。”那他跟他太太说：“我要回家。”他太太说：“你要回哪个家？我们家在台北啊。”他说：“不是，我要去极乐世界了。”啊！结果呢，佛菩萨慈悲呢，让他醒过来以后念了一天一夜的阿弥陀佛圣号。最后第三天呢，我等于前一天晚上跟他关怀嘛，那么第二天他念一天一夜的佛号，到第三天他顺利受报。所以这是什么？李炳仁老师说啊，只有这句佛号有用啊。再来，助念开示，助念开示，这个是印光大师在民国二十一年，在印光大师文钞续篇卷下，是法前师病中法语。就是印光大师有一位法师跟他请示，这位法师叫华前法师，他生病了，病中，印光大师跟他开示，这一篇我想可以作为我们啊跟病人或是亡者开示的参考资料。印主说啊，人生在世皆不能免疾病死亡之苦，当此等苦事发现之时，唯有放下万年，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若气促，则只念阿弥陀佛四字，一心求佛慈悲，建议你往生西方。除此一念外，心中不可再起一丝毫别种的想念，亦不可忘病数好，亦不可另起求神、求天保佑的想念。有此种想念，便与阿弥陀佛之心隔开了。因此便不能得佛此加倍之力。你要晓得，天地父母今不能令你出生死轮回，唯有阿弥陀佛能令你出生死轮回。你若肯放下一切，一心念佛，若世寿未尽，就会数好；若世寿已尽，即往生西方。难不可求病数亿，只可求速往生。求病力若受尽，便不得往生；求往生若受未尽，则速得痊愈。这个我自己的哥哥呢，在这个今年的4月27号往生。
他往生前呢，我连续给他开示完以后，我问他，他是拜王母娘娘的，我说哥，你是要求生西方呢，还是要到王母娘娘那边去？他跟我很笃定说，老弟啊，我想求生西方。他那时候在往生前一两个月的时候还在洗肾，就跟我讲说他还不想走，他只跟我讲一句话说了，我希望能够再继续跟你做兄弟啊，因为我对哥哥非常恭敬，平常哥哥脾气大了，我过年过节一定去看他的，平常都是跟他嘘寒问暖的，我也不好答复他这个问题。他说我想再跟你继续做兄弟耶，其实我已经知道他得癌症了，但是不敢跟他讲，因为他是那个啊胰脏癌造成洗肾的问题，所以家人总是不忍心，因为他心地很脆弱，他胆子比较小，你一讲癌症他就崩溃了，就一直以为是洗肾。最后我就三次跟他鼓励他求生极乐世界，鼓励他念佛啊，最后他跟他儿子交代，所有我往生的全部委托你二叔全权处理，你二叔就有办法帮我处理好。他求这个病例，我马上给他转掉，我就讲这个道理给他听，我说若受尽便不得往生，求往生若受未尽则速得痊愈。最后他往生的前一天，往生的前一天就一直吵着要回去，到往生的那一天呢，我刚好去看万能念佛的会场，我感觉那天身体很不舒服很累，我们志工带我去看那个会场，我两点出去的时候觉得人很昏睡，就好像一直没有力量，那兄弟已经有感应了，他在医院我还没去看他，我到五点多去他已经断气了，因为我去看会场，看万能念佛的会场，可是我两点出去的时候人很不舒服，我就跟我那个志工说，你椅子借我躺一下，我就把车子椅子放平，我躺在那边休息，躺到会场的时候起来精神恢复了，看完会场以后家人通知我哥哥要守报了，就是有这样给他鼓励。我当时最后跟他讲，若受尽便不得往生，求往生若受未尽则速得痊愈。他最后要走的时候大概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就跟我大嫂说，我准备回家了，他说今天就要办出院了。那个时候大家人都不知道他会往生啊，我到的时候再开始准备助念24小时，最后全身裸露。他生前喜欢写记忆，他很喜欢写诗啊，我这个大哥呢文学底子还不错，喜欢写诗啊。最后给他回信的时候呢，他好像跟我讲说，哎，老弟啊，你送我一首记忆怎么样，我有感觉，因为我要跟他做最后转回家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讲到后来自己都哭了嘛，其实他往生我没有哭，一直到助念要回向的时候，24小时圆满的时候我要回向，我就流下眼泪了。我跟他讲说，我最后能报你的恩的，就是这个时候，你小时候把我培养长大，家里穷，你让我读小学，让我读国中，让我读高中，最后你没有办法让我读大学，我考上中央警官大学，读工会的学校。我说这辈子，啊，父母是生我，但是你培养我读书，我今天才帮我学佛，所以我最后给他回向的时候，我给他送一手记一项专念，啊，我这个一项专念呢，啊，我就跟他讲用一项专念做起头引，我说一生一世了尘缘，尘缘就是烦恼啊，我们修行就是要了这个烦恼，就要断这个生死啊，就转这个烦恼，这一生一世了尘缘。向道求慧啊，信念起，你要不管是你要向求道，你要求智慧，向道求慧要信念什么啊，专求西方不退转，你一定要专求西方不退转啊，念佛成佛价值好，我就跟他鼓励这一点。我老哥大概是的，嗯，老弟你写的还不错呢，好，我在往生的时候，在回向的时候给他用手机说，老哥啊，我能够帮助你就这一点，然后最后呢安排24小时助念，因为他生前最怕看死人，更不用讲说去助念了，因为有这个弟弟学佛，所以家人只要有一个人学佛，那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在你家的代言人，他你要记得，如果你家只有你一个人学佛，你就是阿弥陀佛或者观世音菩萨或者地藏菩萨派在你家的代言人，你就要帮阿弥陀代言。
所以啊，你要全部做到感动，做到感动以后呢，自然家人就说就变成佛化家庭。所以我二哥呢，从在广州做生意很忙，事业做很大，他去参加告别式，看到我跟我哥布置灵堂，那告别式的会场，那布置的非常的庄严啊。我二哥看得很感动，结果没想到一两个月以后，太太也舍怕了。我们讲说啊，这个业力不可思议啊，能抵西米，能葬圣道，能生济海啊。啊，我二姑啊看了以后就很高兴说，全部委托三弟你来办理。所以我二嫂也是我送她往生的，给她安慰。我刚好在台中闭关，闭完关以后就跟她开示，所以我给她安排台中的住念。我人要到南京去讲课，去讲《圆满临终关怀》。我特地都要准备备课啊，我礼拜四要回南京的、啊，到礼拜三的晚上，我跟我爱人讲说，我明天一定要回南京了、啊。我说我只要一到南京下飞机，他一定断气的。我跟我那人讲，这就是他还是有他的障碍。那我们有学佛可以帮助他，就果不其然，我一下飞机到南京，一到机场要提醒你，他刚宣布断气。这就是说他一年还不是很记住，但是已经得到善缘的帮助。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像前天啊，礼拜四我一定带他到台中去帮他送地藏经。刚刚开始送的时候呢，第一次送的时候卡卡的，全部带不起来，我就跟大家开示了，我说你们知道为什么送不起来了吗？因为二嫂在受苦。我说现在公司干这么成功，事业做这么大，他这一生贡献很多啊，现在你送给他人民币台币都没有用啊，你就是送功德给他最有用啊。结果我们就送地藏经了，送到昨天已经是五七了，哈哈，那个地藏经就像快马加鞭跑上去了。我说二嫂现在一定非常的解脱自在，为什么？得到功德了嘛，很殊胜啊，所以一定要家人给他祝福。所以放下一切念佛，就怕贪障佛缘。世寿未尽病好，世寿尽生西方，若求义难往生，若求生病殊义。所以印光大师说啊，往生西方好处说不尽，交比升到天上做天地天王，尚要高超过无数无量万万万倍。你切不可痴心妄想怕死，你怕死的心就不得往生。我们在世间呢，有堵蛆在粪坑里，囚在监牢里，苦得了不得。往生西方，若出粪坑监牢，到清净安乐逍遥自在家乡，何可怕死？若一有怕死的心，便永远在生死轮回中受苦，永无出苦的时机。这是印祖呢给我们这样的开示哈。那么再来呢，这个部分呢，刚才讲说呢，我们在世间呢，有堵蛆在粪坑里，囚在监牢里，苦得了不得。这个我讲一个公案，印光大师这样给我们开示，我们如果不是身历其境，我们不能够体会出来。有一次我在佛陀基金会听楞严经呢、啊，听到一半，人家递纸条给我说：“哎，黄警官，你等一下到台大医院呢、啊，看一位台北市文化大学的副教授的妈妈。”我说好。我还没吃晚餐我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呢，我先了解病人。一般你们到医院去做往生，你们要记得你先观察他也没有学佛，了解这个病人的背景，他也没有学佛，他执着什么，他挂碍什么。我去了解以后呢，那位是文化大学副教授，他有博士知识，但是他并没有智慧，他有这个福报啊。他妈妈气切的已经七年没办法守报，气节这边割一个张口，不能够往生。后来我才了解，他早年的时候呢，他先生背叛他，跟着别的女生跑掉了。但韩信如果把这个周副教授拉拔长大，他心中就有东西放不下，一个是爱，一个怨，一个憎。所以我们学佛就是要离开憎爱，憎就是讨厌，爱就是贪爱。他对他这个儿子有贪爱，从小把他拉拔长大，现在当副教授了，可是对他先生有很深的怨气啊，早年的时候抛弃他。我后来跟他开导的时候，我跟他讲佛陀说的苦集灭道还有十二因缘，
你要放下这个仇恨心，放下这个怨恨心，放下这个贪爱心，你才有办法离苦得乐。你现在是生不如死，你虽然寿命还在，可是你气息你动弹不得。我说你听我的话，你如果把这个心结打开，你愿意原谅你师兄，你原谅你丈夫，一定有过去生里面所结缘过的缘啊。后来跟他开导完了以后，大概晚上十一二点我离开的时候，我就跟周副教授说啊，我说你帮你母亲送一部地藏经，可是会教书啊，有博士还不见得会送经呢。他地藏经上解送到天亮都还没送好，我要走的时候跟他交代说，看看你妈妈明天早上六点半能不能守报。六点半他妈妈真的六点半守报，就是印光大师说，你若肯依我所说的念佛，决定会是往生西方了生脱死。他这个是了生脱死啊，不然他这样是折磨在监狱里面啊，在监牢里面啊，如蛆在粪坑啊，就可以超凡入圣，永劫长寿快乐，了无一丝一毫的苦之事见闻啊。又何有此种疾苦苦恼乎？印光大师说，哪里有这种疾病苦恼在苦恼他呢？那么这是印光大师开示的一个参考资料。再来我们看第三点，临终交代事项，尤其是我们现场联友啊，他因为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报中留言书啊，但是这是陈天禅师，他我早期印很多啊，就是一张纸里面印的这些资料。陈天禅师呢，他这张纸上面写的是报中留言书，是遗言啊，就是等于遗言交代啊，我把它念出来给我贤孝子，就是你交代你的子女，本人一生念阿弥陀佛受益很多，你不过你们真有孝心，你们必须要帮助我往生西方，去那边享受永远的快乐，来去自在，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期望。第一点，当我病危的时候不要帮我搬动身体，更不可以更换衣服，一般都是讲住院八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小时以后，更不能够哭泣哀嚎，只要虔诚为我念阿弥陀佛，求佛接引往生西方。我有一次在台北医学院住院，住院到凌晨三点，跟王子的儿子啊念得很亲近啊，这阿弥陀佛念得很亲近，都陶醉在那个念佛里面。突然间一个女的她现在死掉，用嘶声力气在哀叫一声的时候，还有那时候我练楼练楼很专注啊，不然就被吓死了，知道吗？像鬼哭神嚎一样从医院冲出来，因为他先生要送太平间了嘛，他从后面追赶嘛，那嘶声力竭就练他先生的名字啊，他真的半夜在练楼在太平间真的被吓死，知道吗？所以病危的时候千万不要搬动身体，先住练再说。但是你从病床要到太平间，他一定会来交接这个大体。如果你是外面的葬仪公司要来接大体走，他程序上一定要走完，就从病床上移到地下室太平间，然后再办交接手续，就是说你不是这边医院的葬仪社来办理。我们台北市是这样，这个医院都有去标这个工程，我标这个医院的太平间，今年整年都是我做的，只要家属愿意给我做，这整年死人的生意都是我做的，这叫土地公财，我们台湾叫土地公财。有一次我穿那个祭祀服啊，穿那个祭祀鞋，头发又不多平平的，拿了一个引磬去助念，在台北医学院被一个葬仪社给挡下来，哎，等等等等，你是出家师父吗？我说我不是出家师父，我是警官。哦，说警官怎么穿这样？我说警官有一定要穿怎么样的吗？哦，他说因为他们葬仪社怕人家抢尸体，以为我是出家师父要去助念，要把人带走。后来我去助念完又开示完以后，我出来要去开车的时候，刚好这个刚才周问我这个葬仪社公司的人啊，都拖了一个尸体过来，那个尸体还在旁边盖拖了一遍。我说你给我停下来，我说你怎么可以障碍人家念佛呢？你怎么可以障碍人家往生呢？你怎么可以障碍人家临终听佛法呢？我当时给他叫他李正站了，信了一刻，差不多长了二三十分钟。我说你这个是土地公财，你知道吗？他说什么？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土地公财吗？我说看天吃饭，你知道吗？人家给你做，你才有生意做啊。乖乖，我说这位病人，这位王者一定同意我的说法，对不对？当然他不会讲对的，已经死掉怎么会喊对，对不对？但是我也给他上了一课。所以当病危的时候，第一点千万不要搬动我的身体，不可以更换衣服，更不可以哭泣哀嚎，要虔诚为我念佛，求佛往生西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我神识昏迷了，我气息将断未断，请不要再有医生注射强心针、电极、插管、气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及其他紧急救援。我在内湖分局当护文局长的时候我的驾驶就是我的司机是小队长。那个小队长当时他就开车带着我的时候，他就喜欢钓鱼。我说你不要再钓鱼，不要再杀生的。他说哎呀，副座你不知道我在当值班就很无聊礼拜六礼拜天我就一定要去钓鱼我最近先跟他预告了。他说我最近我才去买一条猪黑毛猪因为有些人喜欢吃那个什么黑猪肉就是黑毛猪，是乡下养的，肉比较甜他说我杀了一头猪一半摆在我冰箱里面。我说哎呦，你怎么会这样，怎么半条猪在你家冰箱里面。我说叔叔也不错他就不听我的话。所以这个善人就要帮助他，就没办法救他，就佛要救你都没办法被救，为什么？业障重，杀业重。刚完讲完不到一个礼拜，台湾发生一个台风来，他还在我面前看那个台风报道呢。那些人怎么回事怎么开钓鱼船到钓鱼台去抗议应该在家里看电视才对，怎么跑去钓鱼台抗议结果他电视看完马上跑去钓鱼就跑到我们台湾的东北角去钓鱼，跟他朋友去钓白带鱼。就那个风浪很大，就风浪有黄波堤他们两个就没办法到岸边去钓鱼，就躲在那个黄波堤下面他心想说等到明天台风走了我再出去钓鱼。但是呢，他所造罪的杀业的业障已经现前，时间已经到了，福报已经用完了。结果那个风鼓浪一过来以后，那个浪很高，我们台湾叫风鼓浪，那风鼓浪一弹上去再弹下来，把人捡上去丢到海里面去，就变从台湾东北角飘到台湾的宜兰，就在台湾宜兰的东岳大帝庙前面死掉，尸体浮出来。东岳大帝是鬼王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么多东岳大帝的有趣故事，明天再讲我连流东岳大帝跟他讲的事情很有趣结果这个小队长就往生那换一个同事来开车帮我接送他说副座我跟你讲现在的人都没有像我们这样学佛，他也是吃素。他说我太太也在当特别护士特别护士是什么？叫特别护士，有钱人的护士叫特别护士我太太最近在照顾一个有钱人那个董事长是癌症要往生你知道他太太怎么说呢？医生说你的先生大概寿命差不多了，可是他太太眼睛看到了不是他先生的慧命，是遗产税还没有算好，不能走。所以呢，那个莲池大师写七笔过这恩爱夫妻一笔过，他太太怎么说呢？遗产税还没算好，他先生好几亿，好几亿要结算遗产税就跟特别护士说，停下来打强心针，不准走，那就不准走，就不准走他先生在那边受苦，你不帮他念佛就罢了，还继续打强心针下去。他说什么？他还工人在旁边说强心针继续打，他不能死，我账算出来再走。请问一下，他先生是新台币还是他先生？罪业非常重的这个师姐，五欲六尘非常重，五欲六尘障碍到他的菩提。所以《报中流云书》里面第二条，若我神识昏迷，气息将断绝，这个时候你就做不了主了。谁在做主？业力在做主。有一次我到植物人病了去关怀一位孝顺的媳妇，照顾她公公，她公公是气切不能说话。那天我去跟她关怀的时候，刚好是阿弥陀佛圣诞她突然间可以说话，气切到了讲是不能够说话，
因为七界这边已经挖一个洞，怎么会有可以说话呢？他知道我是警官了、啊，这个时候就是什么气息将断未断了、啊，这个时候业力在做决定了、啊。我一到的时候去跟他关怀，他就会讲：“哎呀，黄警官，我跟你讲，我也是好人了、啊。”我说：“你是什么好人？”他说：“我以前在家的时候，人家隔壁那个黄线停车，警察来开单，我叫他赶快走啊，把他开走。”我说：“是、啊、是，也是算是好人一个、啊，但是不是大好啊？”我说：“念佛最好啊。”他太太以前在学佛的时候啊，他障碍他，他太太是去佛寺要去诵经的时候、啊，他把那海青啊拿来到厨房用菜刀把它切断，把那个海青全部都毁掉。所以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他能闻到善法，是因为他太太念佛功德。可是他障碍他在学佛那个因果还是要了。所以后来我跟他开示完以后，活菩萨特别慈悲，让他讲最后几句话，他讲出来以后就不能讲话了。我说你不要再骂你太太了，你太太学佛很好，可以帮助你。他说：“哎呀，我们现在回家，我们家里有钱，把这些机器全部送回去。”我跟那个师姐特别交代，我说：“你先生走，记得来找我，我会安排助念。”结果他太太后来跟我讲，他先生往生儿子做决定，匆匆忙忙送太平间就病起来，不能助念，没有这个善根福德啊，所以、啊、这个。你命中的时候不要打强心针，不要插管，不要气切、哦、再来第三点，你命中的时候请赶快的跟我所委托这个联流联络，联流电话叫几号啊？比如说你这边报道的时候你交代，我交代给珠宝珠，那上面写珠宝珠的电话，他就是联络珠宝珠。我们基隆有一个联流也学佛，也写这个报中留言书，他叫他去找我们一位陈居士会开示，结果他的女儿呢跟他妈妈是恶缘，他妈妈往生舍报的时候，他竟然故意不拿那一张报中留言书出来去通知那个陈居士来开示，以致他妈妈死掉的时候有挂碍。后来呢，我们这位陈居士因为是长期在做临终关怀，都到太平间做助念，他的妈妈后来跟他女儿托梦，他说：“我明明交代你去找那个陈居士来跟我安排住的，你怎么不把报中留言书留出来？”他梦中在责怪他女儿。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神事是不灭的。最后临命中说是燕王香水。后来我们这个陈居士很慈悲啊，啊，很慈悲，就是我刚好带我们这个陈居士到我们志工团到香港大埔要见老和尚。我们这位陈居士就很慈悲，就双手合掌跟这位女众老菩萨老莲友，他就往生没多久，大概一两个礼拜而已，他合掌就观想说：“哎，老菩萨，现在黄警官要带我去见老法师啊，你生前都是听老法师讲经的，你也是念佛人，你就跟着我去见老法师，听他开示。”我带他们去见老法师，在香港大埔。你们有去过香港大埔都知道，要去老和尚道场要先上山，有个小坡道，对不对？你去过没有？下次我带你去、啊、马路旁边上去，回来给我们这位陈居士托梦，他说我根本进不去，到山脚下就被护法天使挡下来，我根本进不去了。所以呢，这个报中留言师啊，就是你交代要交给谁做处理。第四点，一切都要听这个莲流指示，不可以违反。第五个，从我断气24小时之内，不要在家里谈论争吵，要让火化不断。现在大家会患的什么毛病，知道吗？哎，这算什么？爸爸还有遗产税多少啊？爸爸还有剩下多少钱在银行啊？先清理这些遗产，助念全部都摆在旁边，这非常大逆不孝。台湾发生一个医生很有钱，他往生以后，他爸爸已经住关了，已经封关了。他说不对啊，我父亲还有1000多万这个账目银行存款不见了啦。他坚持报官，请检察官来开棺。我爸爸是不是被我弟弟害死的？因为他爸爸是在家里往生的嘛，他一直怀疑说他弟弟害死爸爸。
然后那一千万的遗产可能是不明白就被地拿走了，就他坚持请检察官来开棺，又把老爸的棺材掀开重新再验尸，这是非常不孝。不孝父母是堕哪里知道？堕五五间地狱啊。结果医生一检查，他爸爸是吃板毒噎死的，不是被害死的。所以呢，二十四小时之内不要争吵闲谈，让火不断。我看那么多大部分都在争吵财产，要不然就忙那些无关紧要的，什么告别式父母要寄给谁，还要穿什么衣服，那些都不重要。先念佛八小时十二小时。第六点，自己换洗助念，等我往生二十小时之后再请离舍处理。第七，以及丧葬祭品出殡宴客全部素食，禁止杀生，又在四十九天之内最好要持五戒，夫妻不要有淫事，在父亲往生家里有丧事一定要尽孝，尽孝要清净，所以吃素是最好啊。然后呢，不要造杀业啊，然后每天做功德给父母亲啊。第八，所有丧葬都依佛教仪规，以念佛为主，丧祭以节俭啊，剩余的钱呢去供养三宝，去做善事呢回向给啊亡者。第九，四十九天之内，全家早晚随录音带念佛，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像我母亲往生的时候，我在家帮我母亲做一个佛衣，七个七做七个佛衣。那当天的七呢，我再请法师到我家帮我妈妈诵经，所以我自己带一个佛衣，在家法师来做诵经，这样七个七都是有诵经，都做回向，啊，还在成天禅寺呢帮我妈妈立牌做回向。这九点交代以后，下面写立言人某某某亲书。啊，那第四点，病人临终注意事项。第一点，病人啊，情况在神智上清醒的时候，赶快请善知识或是法师跟他开示。这是往生前，这病人临终注意事项，要临终了，要断气的时候之前要注意的事项。这是第一点，请法师赶快来跟他开示或是善知识。第二个。病人如果不喜欢念佛，这个大概都是他业障，或者他冤亲债主来索命，这是业障现前，阻碍往生。所以呢，要跟他持一百零八部的往生咒，啊，或者送地藏经回向。我们台北成天禅寺就是广进岛上那个道场，有位法师久病缠身，往生不了。那么第三任的住持道久法师呢，啊，他就跟我讲。后来他有看到藏经嘛，或者看到里面的经典开示，他就告诉成天禅寺的所有的法师说，那我们把他围起来，每一个人送一百零八遍往生咒给他。成天禅寺的所有法师大概加起来几十个啊，全部送往生咒，就送完以后那位法师就受报了。啊，这是个案啊。第二个，病障业障重，可以为他求忏悔，送地藏经，送往生咒啊。第三点，病人如在医院研判他病情救不了了，要当机立断送回去的，办理就准备住院啊。但是你要在这边医院住院是住院，还是送回家住院？现在大家都住高楼大厦，比较不方便。所以呢，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但是最好在医院的住院室，或者有佛堂的地方，有往生堂、涅槃堂，那给人家住院也可以啊。那像我母亲刚才讲，我讲过了，一口气回到家，后来真的一口气回家，啊，所以到底能不能一口气回家，这还看因缘，啊，病人没办法往生呢，我给他归纳大概有七个原因：第一个业障重，第二个执着不执着，第三个跟冤亲债主和解了没有，第四个平常行善积德够不够，第五个平常有没有忏悔功德，第六个平常修持的功夫怎么样。第七个，求生的信念真切否？这七个决定他能不能够临终能够顺利守报，不能守报。病人临终前的注意事项，第四点，安慰病人，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的，以免病人挂碍。啊，像有一次我帮我打木鱼的师兄，他的哥哥呢是慈济的环保志工，
去做环保志工回收，保特瓶回收，在我们新北市的碧潭，他那个保特瓶都绑在卡车上面嘛，就一袋掉下来啊，一袋掉下来以后，他就下车去把保特瓶拿到卡车上面了，结果上去的时候把门关上去以后，人往后脚踩下来，结果都空了，踩空以后呢，后脑勺往后仰，就撞到地上的水沟盖，到水沟盖以后，这边里面就淤血了，他就污了这个血以后，赶快到慈济医院，还有办法讲出说他身份证字号几号，他叫什么名字。可是，一进去后，脑袋瓜一切开，这边切一半，因为它里面出血嘛。我这位诚信师兄呢，他后来也得肺腺癌往生了。我这个帮我打木鱼打了20几年的，就是因为这位诚信的木鱼师兄往生，把我吓到了。我就写一本书叫《知苦乐法》，然后让他提细文。我不晓得你们看过《知苦乐法》没有？就是电视里面的山西小院，就是得癌症念地藏菩萨本愿经。得到感应的叫知苦乐法，现在是我们在带的啊，在台湾非常畅销知苦乐法，全部都是练地藏经的感应。你一观这个生死无常，真的是你一个智慧增长的一个动力。我看到我那时帮我打木鱼的师兄王师，我吓到了，几天之内我就写出这本知苦乐法，很多人都依照这本知苦乐法得到很多的帮助。后来我就到慈济院去看他大哥了，我说哎，慈师兄，你大哥有事情没处理好，他说你怎么看？我说我不知道，但是他有事没有交代好。他说有啦，我大哥就是平常家里大小事都他处理的，银行存款是他管的啊，菜也是他买的啦、啊，他大嫂都不管呢、啊。我说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啊，没办法断气舍报啊。我说很简单，他银行存款在哪一家你知道吗？他说知道，彰化银行。你请彰化银行经理过来。跟他讲，因为我跟他开示，他听不进去。我发现他的磁波很乱，他的心念非常的忙乱，就是慌张慌忙。我们常常在诵经、在念佛、在做观文，我们可以感受得出来说，作为病人，他的心念是正念还是妄想执着特别多，其实我不知道给你加倍了。我每次观完以后，我就跟家人讲。我说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到最后全部都是活菩萨加倍，感应道教。结果他们就请彰化银行的经理来了，经理就跟他哥哥讲了：“哎呀，某某居士，你那个存款通通不用密码，全部还给你家人。”讲完他就断气了，就这一点还没有交代好啊，因为到最后已经是临命终了，他做不了主了。我们。台湾的灿公老法师讲过一个故事，真的因果故事。有位老菩萨，他非常节俭的存了20两黄金，怕小偷，就把20两黄金埋在墙壁里面打个洞，再用水泥把它糊起来。他没想到无常比时间还更快，结果有一天呢，他出去被车子撞死了。撞死以后，他很紧张，中医生的时候很紧张啊，来跟儿子托梦啊，梦中跟他儿子说，墙壁有20两黄金啊。在梦中啊，我跟你讲，你跟王者啊，不用像说，哎，某某先生啊，你中午吃饭了没？不用讲话。我一个连友叫王美义师姐啊，她爸爸得癌症往生了，我去她家送地藏经，送完地藏经，她就到我家来了，根本不需要你报地址，她就知道在哪里了。用意念说，哎，黄警官，拜托你帮我送地藏经好不好？我那时候菩提心不够强，我没有答应。巴拉也是里面想，你怎么可以到我家的？不是有护法神吗？因为我知道他是鬼，我想说你是鬼，怎么可以到我家的？那护法神怎么都没有锁住呢？是不是外人随便侵入呢？菩提心不够，不知道治他不二。他知道我第一天不理他，你看不用讲话，用意念，意念就知道，你就知道他全部讲完，没有时间概念，不是。你好吗？那至少还0.1秒，你根本不要0.1秒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意念，所以念头很重要。老和尚说的，念头决定因果，念头决定善恶业，念头决定病因，就是这样。结果他第二天去找我师姐，
因为我第一天起床，我并没有跟我师姐说他来找我，这样才会准。我说了就不准啦、他第二天去找我师姐，先从他枕边人下手再说，他去找他啦。我师姐第二天起来说："王美义的爸爸昨天来找我。"我说："你又没看过他爸爸，怎么知道？你看没看过都知道是他爸爸。"这个阿赖耶识真的，我们的阿赖耶识佛陀跟我们说无量无边呐、里面储藏无量无边的种子，有过去生好几世的父母，累世都不都在阿赖耶识里面呐、真的不可思议的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耶识到什么时候才会转清净的？到成佛的时候转世成智，到实地的时候转八十种世世菩提。这个讲完就结束了。结果呢，他去跟我师姐讲，我师姐跟我讲，我决定送《地藏经》给他了。这就是用意念沟通。所以你安慰病人呢，要询问里面交代事项啊。再来第五个，眷属人等呢，切勿跟病人做软爱语或者临床挥泪，以免病人自生眷恋，扰乱真念。以前在东北有一个烈士那个道德会的他们都穿弘扬善法。他们出去都是一身白衣服，白色的唐装跟裤子，结果呢，他修得也不错，莲友给他开导，希望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有一点功夫了，知道他要往生了，结果莲友就来准备等他往生了，就要来助念了。其实莲友发心了，不是要来帮他助念，是要看他怎么往生，这个发心就不正确了。结果他讲的那个时间点到了，他眼睛就看天花板，眼睛看天花板以后，他知道阿弥陀佛接他走了。他回过头看他太太说："老婆，我离开以后你怎么办？"如果是他老婆的话，有智慧的说："先生你先走，我随后就到，这样就好了。你先去西方，随后我就到。"你安慰他嘛，因为要善巧方便，你要先鼓励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一次我去助念一个这个个案，就是说你用善巧先给他开导。有一次曾经助念一个师姐是一样，他是助念团的，他没办法手抱已经助念一天一夜都没办法断气我去看了一下，知道大概问题出在哪里了，因为他家是住别墅，他先生没学佛，他很怕说他一往生以后，他年纪还不大，50几岁而已，怕他先生再续弦。我到了以后，他们已经住店一天一夜没办法断气了，我就把他先生到旁边去说了，我说你等一下跟你太太讲说，老婆啊，你往生西方，你好好跟阿弥陀去极乐世界哦。我跟你讲，我绝对不会再娶奥太太，这个房子永远都是我们的，这个钱都不会外流。我说你直接讲这样的，剩下我来。他讲完以后，我就下去跟他讲佛法。我说你师父不是讲无来无去无代志吗？广净老师不是说没来没来没去无代志吗？这自信本来没有来气啊。我跟他开始大概20-30分开始完以后，回到家正在吃面的时候，那个师姐打电话给我，黄老师很好用，断气的断气的。我在想他先生那个关怀是很有用的再加上佛法，所以呢，眷属人切勿与病人做软爱语或者临床挥泪，有在病床上这边哭都不行，会增长他的贪爱，增长他的眷恋，扰乱他的正念。第六个呢，病人若要求饮食，应以素食给他，喂食的时候佛法仍然不断。第七，病人厌恶不喜欢他讨厌的人，在往生的时候最好不要给他出来不要在面前出现，以免因为他起嗔心而堕恶道。第八，告诉病人呢，一心念佛，除见到南无阿弥陀跟西方三世放光见以外，其他一概不要理会他。这是第八点。第九点呢，这个是老法师为普利尼居士的妈妈黄艳敏开示的临终的安慰语，这个我在这边就不说了在圆满通光里面有。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下面大概还有大概将近一半的部分我还没有办法全部讲，不过大部分重点都已经先讲出来了。那么下面的以后圆满临终公案如果流通出来以后，你们可以参考后面的几个重点按照这本子去做，你做不能做的十全十美，但是你做如果能够做到
里面的啊，大概规定的这些主持讲的重点的话，我相信一定可以让民良两利，让王者可以得到利益。那么希望王总流通出来以后，你们可以跟列佛堂亲。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来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也谢谢各位。